好，变右边。怎么这个？哇，来放松啊！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喉咙的贴扎。这个喉咙贴它，如果那些那种 whiplash 啊，你知道叫 whiplash 啊，创特这样的，啊，很痛啊，这个很好用。哦，因为我在那个中国好像是要14年了，他们推手比赛嘛，那女孩子给人家推了，那整个送哇，整个东西她整个不可以动，她整个不会动。她爸爸是针灸师来的，她针灸了没赛，哎，她知道说我会做了，赶快去我的 office 啊，去我的那个旅店找我，然后我就跟她连练的，隔天她就是练这个方法。来，好，把这个链哦，不可以有 tension 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提供的只是各种方法，你们有兴趣跟我们讲，我们哪里有课程，我们通知你们。这种喉咙痛啊，或者是发炎，可以练。OK， 依琳呢？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对这个有兴趣吗？可以答。你还记得吗？不是，什么时候你看过贴扎很有疗效？在大乘禅寺。哦，那时候他讲他的。有一个妇女，乳癌切除后，她疤痕嘛，疤痕疼痛，然后她的手举不起来，痛了3年，然后因为乳房切除之后，她应该有疤痕，然后当时这个地方非常痛，手拿不起来。一动就很痛，但是我就叫他的女儿做这个贴扎，贴，我看有4年多5年的事情了，差不多了，大概3、4、5年前的事情。他做完第一组，他说这个地方痛，做完第一组后，他说这边的痛没有了，他的痛跑来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再跟他做第二组的贴扎，那个女的出来说她3年10分钟后，她说3年来没有今天这么舒服过，她手可以拿高。疼痛不见掉，因为 EDA 它主要用来做什么？止痛，它对消炎止痛非常好，包括对什么肝癌腹水，我们可以跟它连了之后，它整个腹水会消下去。现在什么东西对 Kinesio Tapping 最喜欢 ？Dr. Kase Kenzo Kase 就是加赖建造博士，他是第一个发明这个 Kinesio Tapping 的人。Kinesio Tape 的人，那请问一下，他现在用这个 Tape 在做什么？在连什么？动物。为什么不要连人？连人麻烦。啊，连人麻烦。啊，我们看过他一个 video， 就是他在 Australia， 他现在退休了，他在 Australia 跟马连，他退休之前就开始很喜欢跟动物连这个东西，然后他那只马跑的那种赛马。看到他很讨厌，一直要咬他，就他们会要去撕咬他，然后他们抓住他就跟他连了这马就去跑，那天那马的成绩超出之前的 record， 哎，很奇怪哦，那马好像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哦，你懂吗？之后他每次去哦，那马发现跑回来没那么累了，之后他每次来连那马都很开心，他马远远看到他，哇，很兴奋，你看到马。跳了后给他连，不会咬他，也不会动，就是给他做完全部的贴冰。所以现在我们做这个，包括收，我们在做阿瓜迪，好，我们是阿瓜迪，好是阿瓜迪，哦，你不要看到阿瓜迪，不要买来连哦，因为那是你就不是把自己当人看了哦。我们肯定就得有 go， 有 fingerprint， 好，有 normal 的跟 fingerprint， 然后这种通常是我们是用 normal 的 go 的连就可以了，哦。可以吗？对，好，我们最多是告诉你们说，一些方法我们用的是会有效的。刚才有人说用了没有效，为什么用了没有效？因为 Kinesio Tapping 有去上哦，它几个 technique， 几个 theory， 刚刚考的是谁？还有什么 mechanical 什么？Correction， 它是几个 correction？ 没看那个 lock， 还有什么？啊，你看，所以不是没有效，而是上完课忘记了。啊，忘记了的时候，你就用忘记了的方式在做，你说会有效吗？
嗯，还有什么 correction？ 有 muscle correction， joint correction， 对吗？它有 mechanical correction， 它有用压力，一个机器化的压力，觉得怎么样？比较声讲声那个话比较声大。OK， 他说我们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 EDF 的技法，还有一个叫做啊水母，哦水母型的 jellyfish。你们在练的时候啊，不要拉，不可以拉，不要拉，就是轻，就是这样连下去就可以了，连下去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颈项拉伸。对。不要拉，就是 zero， 这样轻轻连下去，轻轻连下去，它效果就很好了。有空间，要有空间。好 ，dipping 啦，你们认为先有 dip 还是先有 dipping？ 嗯，先有 dip。先有 dip， 它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 ？Doctor Kenjo Kase， 他跟我们一样，他是做什么的 ？Chiropractic， 他是 chiropractic。他跟我们一样，哇，病人哇，洗爽一下，回家一个礼拜回来，老板 ，Doctor， it's come to the same， 头几天筋舒服，第几天筋舒服，第三天开始不舒服，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今天要来见你，很不舒服了，有没有病人这样？然后他就讲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瓜落烂豆，因为他的工作不能，他的工作啊。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不做嘛，他每天要做这个动作，做那个摩技，对呀、啊，啊，就不能啊，就不能最喜欢做这个，他就说不行了。他后来呢，他就用外钉，外钉到很硬的钉，跟那个人连，连了之后那个病人回来，哇，洗白后 ，very good。问题是，我整个礼拜没有痛，不过问题我做工很辛苦，因为限制活动。他就开始去做了这个 dip 出来有弹性的 dip， 就去叫人家生产做。哎呀，病人讲，哎，很好嘞，我最近哦，没腰没有那么痛，而且我发现腰的肌肉的力量增加了嘞。那有时候他懒，他就懂把你连。他说，哎，那个病人回来，哇，不行，我最近腰没有力。他发现，哎，连的方向向心的连，向心连，增进，离心连，放松。哎，我原来这样连都有影响到，他就慢慢去改进的 dip。所以我们开始就有拉力，向心连的拉力跟向心拉伸，向心的拉力跟离心的拉力来改变，要放松还是要增进？那为什么有红呢？我喜欢红色。我们有红、蓝、A、白、黄色，不是黄啊，皮肤色。为什么？因为白人用白的，黑人用黑的，黄种人用那个。哎，不是开玩笑，这在你们去上课还有讲吗？没有，是上课的课，我们健身医院的不一样，那个白的不一样的成分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。真正的病，它是白、黑、黄，白色给白人用，黑色给黑人用，然后那个皮肤色给真的黄种人用。你们是黄种人，上课的时候应该有听过。没有了。红色是告诉你要 increase， 你要现在去打球，连红色。你打完球回来，连蓝色，就放松它，治愈。放松你的心情，它是 有原因的，而不是随便做。你喜欢什么色？然后呢？你说刚才你说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呢 ？Because it's a copy thing. That is not kinesiotic thing. Kenjo Kasese KDT. We are using KDT. That is a copy thing. Don't use copy thing. Please use kinesiotic thing. OK。当然现在外面不能讲别人 copy 对了，不过这是 Kenjo Kase 在我们前面，我们上课的他每次讲 to use copy thing， they all copy me。 是啊是啊，他是创始的，他是创始的。 OK， 在我们的学会见过 Dr. Kase 的有几种？哦，你看很多人见过，我们请他来新加坡过，在我们的学会开过一次班，很好玩的那老头。啊，我们还可以带他去吃什么？吃着本餐，他一面吃一面哭。他说 because， 那不是 Japanese， 他讲因为我吃什么的？素的啦。我吃素的这本餐，他第一人生第一次吃素的这本餐。他说 fish， sashimi not like sashimi， sashimi no sake。好，他很好玩的一个老头。好，他现在退休了，退休，但是他退休他还在做研究。哦，他就讲了，尽量用回他的 dip。我为什么说不是说因为他是我们朋友认识的老师？我每次讲第一个想到这个东西的是谁？是他。
当然这个东西做的有效，很多人在模仿，不能说模仿的人没模仿的东西没有效，哦，因为这个也是模仿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要做示范啊，贵真的对一卷25块，不要哇，是这样的，真的对这个一卷4块。有差别的，有差别的，差别。如果你真的用它的对，跟用这个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给你们剪来玩，所以不能用那么好的对吧？啊，真的，老实讲，浪费手力。好，所以你们要用什么对呢？这个由得你们。好，然后拔罐，你们上淘宝买很多，你放一罐，什么鬼罐都出来了。好，易容易的易。好，然后刀呢？鬼罐就出来了。刀我等一下，阿杜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分成三组，第一组我们给你们练一下叠冰，好，就这一组跟国清兄玩一下那个在这边，好，你要不要传？嗯，他不用传。另外一组要玩刀的找阿杜，要然后要玩叠的找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给你们大家尝试一下 ，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人15分钟啊！那个店人哦，刚才看到我连这个的东西哦 ，OK， 这个要小心哈、啊，要小心。你剪的那个要很细，来拿起来，太大，很细。第二，第一很细，第二不要拉。第三，连下去的时候，它开始要吐的话，你就把它切掉。它有些要吐，想吐，好，你先给它切掉 ，OK， 不要再连。好 ，OK， 好，它通常是 OK 的。五米太新，不可以。没有。要不然一个一边就一边。